经典团胜赛十一号伫体育馆闹热开始比赛，由未来之星对上黄金时代，吸引馆内爆满的观众来看比赛。馆长吴明国受到邀请担任开球的嘉宾。我们除了用篮球运动来结合反毒的宣导，我们希望所有的毒品都能够远离校园。那我们也希望借着篮球的运动告诉我们年轻的朋友这个毒品对我们身心的一个不好的危害。那我们也借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赛事来提升我们县内的篮球运动的水准，借着这个体育的活动，邀请所有的乡亲一起来到彰化，一起了解彰化，甚至于希望大家都能够爱上彰化。比希罗斯经典团胜赛结合台湾篮球团十多年来上届赞的阵容黄金世代，加未来国家队上届看中的未来之星，联手呈现上届典范，也充满传承意思的经典赛。同时结合贩毒宣传，希望让毒品远离校园，提升馆内的篮球运动，营造健康快乐无毒害美好的环境。公益频道柯伟丁中华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会音。